大家好，我是本片的主角，我不是画面中的医师，我是躺在婴儿车中的小孩。出生那一年，医生告诉我爸妈，我是一名唇腭裂患者。才三个月大的我，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建手术。我很感谢我的父母，从小就告诉我，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。直到上了学，我才渐渐听到不一样的声音，歪脸、丑八怪，都是我曾经的绰号。但妈妈告诉我，每当面对攻击，要懂得自保，给对方一个微笑。因为自己很喜欢唱歌，大学时期鼓起了勇气，参加了歌唱比赛海选。以为自己已经习惯异样眼光，面对评审的评语，还是那么脆弱。六九，你好。负责一人形象包装的总监，我必须说，你的外形并不符合我们甄选的标准。你的歌声很 OK， 但如同总监所说，你要甄选的是偶像歌手，你并不符合。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，场控麻烦下一位进场。封闭了自己好一段时间，直到朋友邀约另一次歌唱选秀，我才鼓起勇气再次挑战自己所追求的梦想。社会上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，面对歧视和异样的眼光，我希望我的故事能鼓励和我一样被贴上标签的人，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。这是一名颅炎患者的故事，我叫曾雨辰。 Don't take me